品鉴一二，我们很久没跟外邦合作过了，一直没那个必要，但现在情况特殊，既然是对付那怪物的专家，我们需要东哲的经验，请吧。金乌降丧，旱魃肆虐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在下东周使节团代表，既知邪祟在此现身，断不能袖手旁观。那本是常年危害东周的怪物，我们跟他争斗了几十年，有些经验。去年天灾破了封印让他逃了，东周自然也会派人追到天涯海角。我等千里跋涉至此，希望祝各位平息灾祸。你们在七年前击败过他，那对付这种程度的灰烬使徒需要消耗多少一方劲？实不相瞒，106年天灾爆发，阻隔山貌，东周一方经储备几近耗竭，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力量击败金乌。我们看过昨天的作战记录，你们的确用某种术法成功压制使徒金乌，效果显著，也跟现代一方经技术完全不同。我们早听说东周有某些特殊秘术可以操控狂恶，请问是某种狂恶术是吗？从哪里得到的？具体开发是？是东周武者世传的术法罢了，只能小幅限制金乌的行动。真正助我们克服灾厄、击败邪祟的，是在东周流传几千年的古老神话。陨星坠落，灾厄降世，我们的祖先早预言了大灾变时代，也将真正降服邪祟的方法记录在传说中。陨星坠落也才100多年，在那之前东周就能遇见灾厄，几千年前人类连火药都没有，能提出什么方法对抗灰烬使徒？东周自古有能人，名为巫，他们拥有沟通天地的力量，也是神话的解读者与书写者，由他向各位介绍吧。日有一只威灵降丧，千山焚灭，万物沦亡。
余渊无际，炎炎来也。巫者沟通天地，辨识经文，击退邪祟，抚慰万民。我刚刚背下来的就是东周千年神话《四日赋》，这记录了金乌灾害的由来始末，以及击退它的秘法。炎炎全部都倒背如流了。具体说来就是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太阳里孵出来一只金乌大鸟，它既是神明，也是邪祟，浑身冒火，威力无双。人要好好供着它，不然金乌生气起来，那可是飞哪儿哪儿倒霉，走哪儿哪儿遭殃，也就是恶目毒秽，生毁灵伤，洪波倒海，龙陷祸殃，妖灵清梦，邪魂丧亡，时日交合，声名惶惶。世道不顺，收成不好，供奉不够，人们怠慢了鸟神，金乌大发雷霆，降下三大灾祸惩罚百姓，最后摇来十个太阳同时升天，要燃尽天下万物。而后事有阴节，逐日而歌，同工祭晚，皓雨飞光，而百姓悲苦之时，正是英雄登场一刻。无名的英雄折下通天神木的枝桠，取来沉于东海的龙脉，编织不怕烈火的妖灵羽，最终做出足以射穿万里，直达九天的神弓。终于在百姓的簇拥下，在盛大的祭台前，英雄挽神弓，仰天射九日，直到天上只剩金乌一个太阳。他又怒又怕，只能嗷嗷叫着逃跑。短命种，等你死了，我还会回来的。而英雄大笑着回应，来，在我之后还会有下一个英雄，下一把神弓。传说已经诞生，无论什么时候回来，你都不再是神明，是注定被射落的笨鸟。我的速读精简版，现在我们知道了对付金乌的办法，可以行动了。这跟消灭灰烬使徒有什么关系？小孩子又为什么能进这么重要的会场？神话里说得很清楚呀，要去折神木枝桠，取东海龙脉，编织妖灵羽，最终做出足以射穿万里，直达九天的神弓，然后把金乌射下来就好了。什么东海龙脉神木乱七八糟的，迪斯城没有这种东西。神话都是高深的隐喻，是神给我们的谜题，普通人听不懂也没关系，交给通天地的人来解读诠释就好，那就是代代相传的巫祭的工作，就是我的工作。炎炎是这一带余渊城四日的巫祭，我会带大家寻找神奇，按传说的指示打造射日童弓，童弓一成，射落金乌，一切就圆满落幕了。浪费时间，我回前线了。使徒的目的地是内海，上次距离20公里产生的狂恶共鸣已经扩散到三个黑环废墟。我放下部队那么多事物来开这个会，是找对抗灰烬使徒的办法，而不是听一个异邦小鬼说这种不明不白的玩闹话。你们把前线战士的牺牲当成什么了？等等，炎炎是认真的，我很努力地做巫祭修行，也已经掌握巫祭的力量了。你看，是个禁闭者。
东周相隔300里的乡镇习俗都大不相同，何况是千里之外的迪斯城呢？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话语沟通才行。我是使节团随行学者，专攻东周神话，也特意学习过迪斯的一些科学理论。我知道双方认知世界的方式有多不同，那就让我来充当翻译的角色吧。在东周，少数高灵感高天赋的人们感悟未知，获得通天地通万物的力量，称为巫。在这里，他们也许被称为禁闭者，要被某位局长抓起来严加看管。但在东周，巫广受尊敬，一方经匮乏时更是抗衡天灾的中坚力量。我们这里也有对禁闭者的专家，知道这孩子，你们的巫者能有多大的力量。是吗？早在去年8月，燕燕就通灵得知金乌去往迪斯城，这才有了使节团渡海而来。如果我们晚到一步，昨天金乌恐怕就要击破你们的防线了吧。神话流传千年，很多描述暧昧不清，难以辨明，其中肯定不乏牵强附会，但也确实有被印证的说法。金乌失控时，所到之处会接连发生灾难，恶木毒会、洪波倒海、妖灵侵梦，正对应着三大异象。如那位长官所说，三个黑环废墟已经出现前兆了。三灾之后，金乌很快会发展壮大，最终焚毁整个城堡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倘若还浪费在相互猜疑，诸位是想在此亲眼见证时日凌空，亲身体验这摧毁我们故乡、祸害百万民众、让整个东周生灵涂炭的大型天灾吗？你是在威胁我们吗？请继续，我们需要这种实际的情报，请帮我们共同阻止天灾。客气，我只是随行的神话学者，对抗金乌的主力仍是使节团封印师和主持神话的巫祭，他们尤其需要迪斯的帮助。当然，有这位局长在，我就放心了。要带我们去您的府邸，啊，不，管理局吗？为了接下来的行动，我们可有很多要事要商量。我们确实需要他们的帮助，也必须警惕他们别有所图。毕竟是阔别8年的异邦朋友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话、看不透的术士都太过神奇。万一背后真有什么居心，在这使徒危机期间，可就真的危险了。所以，在协助他们的同时，也请局长您多留个心眼。
我会与您保持联系的。那就有劳您了，局长。